茶叶蛋简单又美味，每一颗茶叶蛋都独特而精致，其蛋里食纹路让人心生喜爱。使用电压力锅省时又方便，鸡蛋洗净，用纱布托底方便取放。加水，选择开盖煮模式，水开煮五分钟，轻轻敲打鸡蛋壳使其碎裂，展现出独特的纹路。接下来加入成品卤料包或根据屏幕上的香料配方选择调料，再加入足够的茶叶，我这里使用的是金骏眉，确保鸡蛋被充分浸没，盖上锅盖，选择快煮饭或蒸汽煮模式。在高压环境下，茶叶的香气迅速渗透入蛋内，调料的味道也更加浓郁。如果你喜欢口味重一些或更浓郁的味道，可以适当延长浸泡时间，但不宜过久。简单即是美，简单的美食，美系。让我们在简单中发现美味，感受生活中的小幸福。